看看新闻网。欢迎来到斯柯达不朽之名，感谢百年欧洲传奇经典不朽品牌上海大众斯柯达汽车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很显然黄绮珊能够带给我们多大的惊喜和震撼呢？我们来看一下黄绮珊的表现。今年的歌曲可以通过演唱者不一样的诠释，让他的生命力不朽。我从我唱歌到现在27年，所有的人第一次听到我唱歌都会觉得黄曼何可以这样唱。大家知道今天是李老师的专场，小花这部电影在我学生时代是给我留下非常非常深的印象。不见哥哥心忧愁，心里忧愁，望穿双眼盼情人，花开花落几春秋。妹妹找哥泪花流是电影小花插曲之一，歌曲幽婉动听，情真意切，以主人公的视角娓娓道来，描写了战争年代的生离死别，抒发了对亲人的思念与期盼。手足亲情在战争年代更显弥足珍贵，而对祖国大爱更激励着年轻人携手并肩，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老师是用气声唱法，我是一个胆子很大的人，我很愿意去夸张去表达。在前半部分你们今天晚上会听到原来的 melody， 基本上后面你们就听不到那个原来的妹妹找个泪花流了，所以今天晚上应该是 surprise。 让我们有请今晚的最后一位歌手黄绮珊。尊敬的李老师你好，非常感谢你。我说感谢是因为你的音乐一直陪伴我，引导我，也给了我在音乐上前方的一个方向。我非常愿意借李老师这一首妹妹找个泪花流来献给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心中的那个爱情。
黄前唱的是妹妹找哥泪花流，很显然他的哥哥住在纽约。李老师，你能接受吗？我是今天第一次见你，也第一次听你唱歌，你的能力很强，音域很宽，而且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不是那么缠绵的，是很粗犷的，很直率的那种歌唱风格，非常好。妹妹找个泪花流呢，她是小花里的一个人插曲，我觉得你对这首歌的改变呢也还是不错的，用了很多现代的手法在改变，比他们更现代，包括那个说唱就 rap 之类的东西，就其实挺不容易的。但是因为歌曲可能理解不一样啊，所以不是爱情歌曲了，但你要这样唱我也很高兴，因为里头有妹妹找个泪花流的旋律在里面，而且跟我那个妹妹找个泪花流的旋律完全是不一样的。我呢是从事民族声乐的，可能稍微还有一点保守，我觉得你唱得非常好，但是改编呢我觉得好像大了一点，但是我觉得你将来不唱我们的歌曲，唱你自己新的作品，唱你自己歌，那比现在要受欢迎的多，因为你受了局限，因为看观众对你的喜爱程度啊，那永远超过了你翻唱我这首歌的这个力度，大家说是不？你看，所以不是我的歌让大家让你鼓掌，是你唱别的歌，观众热烈欢迎你。再次掌声，谢谢黄绮珊。其实我觉得黄绮珊的这样突破性的演绎，真的符合我们时代的发展。这个舞台真的是太精彩了，我们经典的每一首传奇的歌曲，居然有那么多的可能性，可以用这个时代这个歌手独特的方式重新演绎，焕发出新的光彩。让我们再次用掌声向我们的六位歌手，向我们的李谷一老师表示谢谢。我们今晚的每一位歌手，让我们再次用掌声向我们的六位歌手，向我们的李谷一老师表示我们的喜爱和致敬。每一位观众，如果你喜欢我们斯柯达不朽之名曲的话，下个星期不要忘了带着你的家人坐在电视机前，同一个时间段请打开电视锁定东方卫视，斯柯达不朽之名曲在这里等着你。我的爱在那西那山那边，想起那年有我有你的时候。